请给我们关心早教自然保留区，请给我们关心早教自然保留区。早教在桃园地区哦，是从7500年前它就开始形成的珊瑚礁，然后在4500年的时候开始变成早教优势，因为藻礁它里面有很多孔隙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生物可以在孔隙里面存活。藻礁它很辛苦的把这个大石头交结成一整块，让那些生物可以在那边繁衍，然后慢慢的长大，维持那个命脉哈。但是呢，现在是连藻礁珊瑚藻自己呢都存活不下去了。现在最外侧的只能看到这样子小块的。那这7000年的藻礁区呢，这样子可能就会变成斑驳，好，斑驳，然后被酸溶石，好，就这样子一块一块的溶石。再过来呢，有可能就是会像你看我们的比较低潮位的部分呢，是整块都白化了。目前关心藻礁，从竹围渔港一直到观音乡的大窟溪这一段完全死寂，也就是几乎是没有生物的状态。那这一段呢，又因为许许多多的建筑物造成淤沙现象，就完全又把那一些会活的藻礁埋死掉了。目前关心藻礁就是绿色这一块4.5公里左右还有生机，但是是苟活残存的。那从这个涵洞里面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排那个水，那水但那个泡泡排进来，那这个黑色的水，这个是在哪里呢？这个就是在看藻礁的故乡那个牌楼旁边，这个是新屋溪，好，这个水就排到红树林里区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黑水就从旁边渗进来。那这个水呢，会这样子一直流，一直流，累积各个土壤里面都可以渗出来那样黑黑的水。这个是观音工业区，观音工业区的污水处理厂从这里排出来的就是常年黑色、红色的水，很多没有纳入管理的厂商从这一条叫富林溪排出来，也把我们的大海污染了。你在 Google 上随时可以查到这样的图像，比如说大窟溪上游一家屠宰场违法绕牌，我们现场就拍到这样的景象，他们没有处理过的血水直接就排到溪里面。那这一家后来被我们配合查缉到，结果呢罚了37万，并且说24小时监控一年，结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监控是假的。也就是当年11月12号我们配合环保署去稽查的时候发现到呢，他还是照样的排，这些监控资料在县府也完全没有提供，那么这个业者也完全没有改善他的设备。5月12号我们看到有观音黑海事件，黑海事件之后呢，一位业者，退休的业者跟我们讲，这是今天的超级大重点，他说当年他到工业区设厂，管理中心介绍他们做环保工程的，这个介绍费是好几百万的。他说这样很划算，因为明管和暗管都帮他们做好，那还教他们怎么样打深水井里面的水出来，来稀释那些明管的水，因为你的入水量和你的出水量是要平衡的，你不能通通都偷排掉，那这样的话呢是没有办法配合那个数据的。他说这样非常划算，因为他可以省了非常非常多长期的环保费用。他说我们这个不是个案啦，整个工业区大部分都是这样啦，有时候被逼急了呢没有办法排，那我们就干脆把废水直接排到深水井里面。所以今天桃园县的地下水位会成为全国最低的地下水位，我们认为跟这个有严重的关系啊，有非常直接的关系，包括我们现在的地下水的水质，我们也认为国家应该要进来好好的检测一下。对呀，我也是很纳闷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到底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，居然会累积这些放射性的元素？后来我又听说，台湾的刘静瑜博士有在桃园的沿岸发现到一些放射性的元素，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一听到铯跟锆，我就非常害怕，因为锆的话是燃料棒的外套，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找到那么敏感的这个金属？有可能是电子产业排放污水。那另外一个可能的话，就是台电的一个大潭火力发电厂，因为它的土地效应造成这个
南岸这边退缩，结果他们委托水利署的第二河川局在那边做了1400多公尺护岸，结果我们在检查那个护岸的时候，发觉它的基础的被掏抓的部分已经有裸露很多垃圾出来，有一部分的消波块是水利署做的，一部分的是台电提供的。那台电以往对所谓的核废料的处理，或是说他们对废料的处理是非常的草率的，我们非常害怕他是用废弃的核污染的东西将它固化以后变成消波块，如果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的话，那就非常严重了。这个问题包括到经济部工业局，他们没有把他的工厂管好，然后包括环保署，他也没有办法上力，然后县府呢，他也能避就避，所以这个是很多的单位，然后一直推责任，让我看到那样子恶化那么快，生物数量少那么快的那种环境，在座每一个人都会吃到这些有毒的鱼，那些有毒的物质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累积，那累积了之后呢，可能过了10年才会有集体大量的人发现啊，我病变了。但是那时候大家可能都是一种很奇怪的癌症啊，或是很奇怪的病。这些重金属哈，因为我们现在高科技，现在有很多种重金属都是环保署没有任何规范的。那环保署没有规范那个工厂排了没有法则，因为它完全没有违法的问题，所以他们可以大方的把那些水就直接排进去。那藻礁就像海绵那样，把那些重金属慢慢的吸附，包括里面的螺、贝、鱼都把那些不应该有的物质通通吸附到它的身体里面，然后我们人呢就把它捕获。我真的是每次遇到那些来捕活贝类或是来捕鱼的人，我跟他们讲说，这里的鱼真的可以吃吗？这里的活贝类真的可以吃吗？他们说，哦，不可以吃哦，那我拿去市场卖。我一直觉得说，如果划设了保留区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清楚，保留区没有办法保障这些毒物不会排进去。但是如果县府连划设保留区这一脚步都不敢跨出去的话，就可以知道他们有鸵鸟心态。而且我觉得他不只是鸵鸟心态，他其实是一个更恶劣的心态。他们要等着环科，就大潭特定工业区的环科跟桃科招商，那招商这段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，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那个管线啊，就直接大方的就设定好，然后等了，过了一年，当然哦，那个区域也没有什么生物，也不值得划设保留区。那富林溪口，你可能在过年期间看到几天的牡蛎，因为厂商休息，工厂啊停工，这个时候洋流会飘来了，这个时候涨了。可是，一旦春节过后，工厂开工，一夜之间所有的牡蛎死光光。永安渔港，我们来看看他们这几年的渔获量，从82年度有770公吨，到95年度506，一直到现在，去年是289，节节衰退。这可以证明我们的藻礁生态的衰退跟这个港是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关心藻礁的生态，就这样沦陷了，那我们新屋乡要想发展绿色产业，这个也会成为幻梦。那我们在这里强烈的要求，第一个，经济部所属的工业区应该针对业者爆料的情势展开调查，那么也要在最短的期间内呢，给我们全国人民一个交代。第二个，那些所有明管暗管的工厂，我们要求我们的环保署应该要配合地方环保单位，把这一些违法的厂商揪出来，因为这已经是一个长期的共犯结构。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包括工业管理中心呢，工业区管理中心和厂商之间的那些的相关的暧昧的关系，那么藻礁永远没有希望。我们再强调一次，我们绝不反商，但是我们反对不合法、不合格这样排放出来的污水，害死我们自然资产的藻礁。